爸妈用一辈子建立一个温暖的家，让我舒适的长大。现在爸爸走了，妈也老了，是时候让我来报答他。妈，跟我来，我想在接下来的日子为他创造一段更美好的回忆。妈，你看，虽然怎么做也无法回馈他的全部，但至少还可以尽我的能力让他住得舒适一点。我希望他感受到，这就是我努力为他建立的家。